这个虾的做法可一定要学会哦。咸蛋黄切碎备用，大虾去壳去虾线，加入屏幕上调料，抓匀腌制十分钟。腌制好的虾再裹成淀粉，等油温升高了下锅炸，炸到金黄酥脆捞出，融化一小块黄油，倒入咸蛋黄碎，当炒到像这样起沙的状态的时候，倒入虾仁，均匀的裹上。炸虾配酒，越喝越有。今天来点红星低度的，43度大2，这是红星很有代表性的一款产品。喝酒就得喝点纯粮的，平时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都会选它。选二锅头记得要看准这个纯粮小金标，有它才是真正的纯粮食酒，这还是优级的，喝着更放心。看看这酒体多透亮呀，一口下去干净又顺口，粮香十足，搭配上金沙虾球，酥脆咸香的外壳， Q 弹鲜嫩的肉质，真的是美滋滋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